子龙，哎，那我们现在开始吗？开始吧，7点了。好，可以开始了哈。那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这一次这个交流哈。这个前几讲呢，这个孙老师已经把我们这个《坛经》啊讲得也非常透彻啊，那么很多地方呢也是应该是醍醐灌顶啊，这个令人茅塞顿开。所以那我话不多说哈，期待今天这个孙老师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这个评讲。孙老师，你开始吧。好啊，谢谢我们今天的代班主持是吧？王子龙老师啊，也谢谢我们欧洲太极中心的各位的老师、各位朋友啊，我们今天呢又有机会能够在线上跟大家呢共同学习六祖坛经，这是非常好、非常殊胜的一个缘分。那么呢，我们在这儿呢，正式的用这个，等于是我昨天啊，知道我们那个瑜伽垫主席于老哥哥也开始讲禅修啊，太好了，这样我们就是一个理一个事啊，老哥哥呢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哎，非常非常的到位，尤其从健康的角度，那简直是醍醐灌顶啊！那真是醍醐灌顶。那我们呢，再从理上给大家进行一个阐述，一理一事进行一个互相配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相信能够为欧洲的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既有理论也有实践的这么一套这个实修体系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这样的机缘。这样的机缘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好，那么我们继续的看正文。接着我们上文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众德处分，退而迁乡谓曰：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记，将成和尚有何所依？神秀上座，现为教授时，必是他的。这一句话就显现出我们现在很多众生的，或者我们很多学佛人的通病，叫根气下劣，志向单薄。你看这句话，人家五祖怎么说？你们都能够用真心、用般若去流出你们的见地来给我，我看哪个好，再给你们进行一个甄别，或者说给你们一个传承。那底下的大众怎么认为呢？嗨，神秀大师是不是？他是教授师了？肯定是他了。你说我们还写什么啊？费这个事儿，动这个心思。干嘛呢？多此一举，没有意义。这就好像拿破仑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啊，不想做佛的佛弟子不是好佛弟子啊。那佛弟子干什么呢？就是来做佛。啥是做佛？做佛不是当教主，做佛是觉悟自信啊，是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搞明白。佛者觉也，就是一个觉悟的人生嘛，就这么简单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可是我们很多人不敢当哦，认为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没有自信，而需要建立在对佛的他性上。他把佛想象成为一个妄想的主一样的存在。所以这是不可玷污的。像我这样的人啊，我们是佛的奴仆啊，我们是佛的这个羔羊啊，是吧？那呀，我们是侍奉佛的，我们是伺候佛的，我们怎么能做佛呢？这简直是反天了，这简直是僭越呀！我的个苍天，阿弥陀佛，是吧？其实大众到现在学佛也是基本这个心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宗教。宗教有教主，我为什么说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现自己本来具足的佛性，并且
依此复信，消除我们内界的业障，以至于终有一日究竟成。这个究竟成佛跟我们正德佛之之间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佛法的目的所在。说普度一切众生皆入彼岸，登得佛果，这不是宗教能够做到的。宗教是什么？你得信我，信我就得永生，对不对？一个主子是吧，你相信这个教主，教主就能给你赐予这个赐予那个，那完全是被动的，这在中国人来说是接受不了的。你看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民族精神都是什么，什么跨父追日啊，女娲补天啊，精卫填海呀、啊，是不是叫什么那个大禹治水呀、啊？从来是自立自信自强的，他不相信啊，叫人定胜天呐、啊，他不相信是我的命是得让老天爷得让阎王爷负责呀、啊，对不对？我得把你哄好了伺候好了，你能给我一个好待遇？不是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中国自古如此。所以佛法到中国才有立足之地，才能真正的兴旺发展，而在其他地方就变成什么？变成了一种从属关系的宗教。在中国的禅宗是佛法精华的最大的发挥，把一切的束缚，一切世间相全部打破，直指人心。当下即是诸佛，当下在座诸位一切众生，当下即是诸佛，无非都是时间的过去。过去呢？过去不可，未来不可，现在亦不可。但那失不掉的不就是吗？既然得不到，这也是不是失不去的命？你能识得过现未来，那个心就是诸佛，就是自信。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自信？就是哎呀，多此一举干什么？我想这个事干什么？我们以后皈依神仙大师不就完了吗？他以后成了都顺手把我们捞上去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我们众生根劣顽，叫什么？根劣性顽。这就是我们真正不能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真正的自信，如果我们真能够反观内照，发现我之自信与诸佛之自信本来就是一个的话，那么根气自然圆满。根气的不圆满也是我们的错。我跟诸位说，这种下根之人、劣根之人，真的佛性就没了吗？不是，遮蔽的很厉害，但是这种遮蔽就是佛性的妙用，而这种结果实际上也是个错误。没有根气这一说，根气是个错觉，是个幻想，是个梦中之梦。那我们真搞明白了之后，吾本来与佛同轮，那有什么根气好、根气坏、根气差这一说呢？没有啊。啊，就得轮着神秀啊，就轮不着我。所以这些人该呵斥，该打板子。哎，我们来看这个唐朝啊，别说我们现在，唐朝那个时候人心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人心，我们现在学佛学的目的是什么？多数都是求他保佑。啊，金装是吧？那么高那么大。是不是你神通广大呀？你保佑我升官呐、啊，保佑我发财呀、啊，保佑我得这个利呀、啊，保佑我这生儿子呀、啊，保佑我这个，保佑我那个，是吧？还有双娃娃的，是吧？那你保佑，那是佛教的东西吗？那就是民间信仰，掺杂到佛教的形式当中而已，那不是佛教。或者叫佛家正统的东西，佛家正统的东西基本上都在前面，最核心的内容在前面，其他的呢在哪呢？其他的在其脚，咱们叫脚下，天台宗也好，华严宗也好，
啊，绿中也好，密宗也好，净土宗也好，那也都是佛门正常。但最核心的，我们好像一杯奶是吧，我们做成奶酪啊，会做成奶皮啊，会做成那个最后还有那点加三聚氰胺那个是吧，那禅宗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苏洛，就是最精华最精华最好最好啊，其他的也是啊，也是。你说奶糖是吗？是。奶片是吗？是。奶粉是吗？是啊，都是。嗯，所以一般人学不得，那这些人的根气都不够怎么办？听经闻法，他们就适合学教相。听着听着，哦，原来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原来释迦牟尼佛成就的时候就说了七灾，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哎，多听这些话，才慢慢慢慢向自信中求，慢慢慢慢才建立自信，慢慢慢慢把这个我是劣根。上满月，我现在所执的这个相是水中的假象，但是我这相从哪来？从天上满月而来。哎，我这个水中的这个月的影子从哪来的？是从天上满月照来。那么我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回过头来，那我为什么还要执着这个影子为我呢？那能照的本来就是我吗？向上一折，回头是岸。所以教下跟宗门它应该配合，教下就是补足我们的根气。那我们的根气是什么？是我们对自己的错误认知。所以开佛之见是释迦牟尼佛来到世间的一大事因缘，什么因缘？就是这个事儿啊。我们再来看啊，江城和尚有何所依？神秀上座，现为教授时，必是他的。你看我们写那么半天有什么好处？啥好处没有是吧？他现在是教授师，对吧？一天到晚带着我们那个五祖大和尚，他有时候嫌累不愿意出来讲，都是神秀出来给我们讲课是吧，不是他还是谁？肯定是他呀。所以我们写的有什么用呢？我被慢作寄送，就是我们这些人对吧，觉得自己很牛啊，你看作寄送慢呀，更高我慢呀，对吧，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啊？啊，没有点自知之明吗？人家神秀大德在那呢，人家没写呢，把我们就写了，我们算什么呀？你看这个心啊，这个心有高下，高下不等呐、啊，对吧？你学佛学的就是个个第一，众生平等，那你这个佛法哪里去了？这个时候为什么有高下啊？神秀就牛啊，对不对？我们就差，所以说你不要写了，写的干什么呀？大家一商量，还都得出同一个结论，是吧？一帮小兔子在商量怎么当老虎，算了，别当了啊！我们都是兔子，我们认了，我们不当老虎了，就这种感觉。可你知道，你头上那耳朵那是假的，粘上去的，你也是老虎啊！你眉间也有这王字儿，对吧？不知道啊。所以看到这段诗，说实话，我就生气。众生本来是佛，怎么就这么难度呢？而且他把你自信建立起来的行为称之为慢，他认为这个慢，共高我慢，我们要谦虚吗？我们要谨慎吗？对不对？我们要这个是个什么？不能张狂啊！哎，所以为什么儒家到后来变成了江圣，到后来约束人性？早年的儒家多么的活泼。到后来变成僵尸文化，就是拿礼仪束缚众生的心性，过度的拿礼来束缚众生的心性，
所谓的牵挂啊，一天到晚说啊，周一六十四卦没有牵挂最吉，那你看那个吉，你有凶吗？凶的阴有没有？你离不了气，你就逃不了凶。我告诉你，唯有粉碎虚空向上一招，万法由心，凶吉无碍啦。你想从向上止吉不凶，那才是真正的更看，你根本就不是修行啊！我就签你那个签是什么？妈妈，小人之签，是装模作样，这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们泡人泡焦了没有？洗洗睡啊！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口蜜腹剑，从哪来的？就这么精神扭曲，心理病态。所以禅宗这个时候咔，这个雷一炸，把内心裂痛全部炸开，执行式道场，活活过中华文化又续了一千年的命。不然的话，再往后就完了。就是因为有禅宗，才维持了中华文化这最核心的、最活泼的、最真实的一面。其他的都伪装啊，伪君子啊。对不对？这不是伪君子吗？跟你说，各个师父为什么还得哎呀不行啊，我们不能功高我慢，我们得谦虚谨慎点，说那么多干嘛？说多必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不是啊？哎，我们不能做出头鸟。若为众生故，出头有何？对不对？所谓儒家讲当仁不让，哪去了这种大义凛然？哪去了？你看儒家孟夫子讲什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那我得问，你们饿不饿着？这是凶至极。你要饿要破破把那嚼的。这是凶至极。不让你吃，那整节还在造。这光是在大凶啊！那你孟子怎么搞？啊，学过中医没有？看过牵挂没有？不能躲一躲藏一藏啊！什么大义不大义的？对不对？先躲了再说。以为很聪明，你躲得掉吗？真的，一个人一个命啊，不修行出不去，永远被命运拖得死死。逞那些小聪明，如果不以道喻之，必受反噬。但是以道喻之，我暂且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那倒是无所谓，是吧？因为你最后转到那头，你拖着，你是拖盘子了，你不是盘中餐，你是拖盘子的那个人，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我们要练的就是要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啊，最起码的，首先这个志向得立，这个愿望得发吧，这个菩提心得有。泡泡了，赶紧歇睡。这是第一步啊，后面的修法什么善知识没有啊，正法没有啊，修行的方便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没关系，先有菩提心，先有愿心，有了这个善知识就自然来了。哎，正法自然就有了，修行的方便自然就具足了，今生就种种法身。这一点我们搞明白，实际上你就知道成就究竟不过的唯一的条件，其他都不是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什么？绝对的自信。绝对的自信，信什么？信吾心与佛心不二。信吾心即是佛心。
只要能够建立这绝对的自信，那你就已经觉悟了，那外在的缘分都由你心显现了，还有什么难的？你真搞明白了，万法唯心哦，万法唯心哦，你还指着外面的谁帮你一把，或者指着外面的谁挡着你的事儿啊？不可能，都在自信，都在自信，游刃有余，温暖自信。不要向外求啊，而我们现在大量的向外求，做分别想，做高低想，做善恶想，做美丑想，这里面就是自己的认为自己低下呀，水平差呀，对不对？那个神秀上座多牛啊，我们算了吧，别弄了，这老和尚再收拾咱们。说你们这，你看那个谁，慧能男的上来说我要做佛，就骂他，你是不是可怜？是不是？万一我们要挨骂的那个怎么办呢？我的妈，坐在这个世上挨骂还得了啊？对不对？宁可不成佛，也不能被挨骂呀！啊，你看，更新一下，宁可被骂的体无完肤，也要觉悟本心啊！若能被骂的体无完肤，就能觉悟本心了。欢迎大家来骂，是吧？让这个骂声来得更猛烈些吧，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他颠倒，啊，颠倒。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往用心力，诸人闻于句，总结其行。大家一听，算算算，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啊！为什么白浪费精力？闲言，我等以后一指秀师，何劳作结，何烦作记？怎么都说呢？我以后是看人神秀大师，以后是吧？当了六祖了，那我们都是开国功臣了，对不对？等于是我们保着五祖当皇上了，相当于就当法王了嘛，是不是？我们都是法宰相，法部长，是吧？那你看肯定有好处啊，对不对？还用学吗？我跟着他，这不就开国的那个一朝君子一朝臣，我们不就跟着都有好处吗？对吧？还用修什么呢？你看他还是一种赐予者，他还是觉得这个教主要赐予他什么，还是想从这个佛这个无所不能的这个类似一个神灵的地方，他想索取点什么啊？这其实都是迷信，跟佛法无关，跟佛法无关。我们有这种心，哎，不配称为佛弟子啊，不配称佛弟子。佛弟子是要传承佛法、传佛心意的，你只能算什么信佛的一个叫什么佛教徒，你只能配称为。不配叫佛弟子，所以有些人说你们是佛教徒，我不愿意，就是我们不是佛教徒，我们是佛弟子，是吧？我们是要学佛之知见，以其为止而自见心悦的，是要以悦为无而什么而行佛道的，这是佛弟子该有的心啊。而不是投靠这个，哪个老大厉害，是元始天尊厉害呀，是释迦牟尼厉害呀，还是那个上帝厉害呀，是不是？谁道上高我就投靠谁啊，投靠一个大能，是吧？保佑我，给我好处，是吧？让我吃香的喝辣的，哪有这个好事，是吧？哪有这个好事，没有这个，要靠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神秀是个什么人物呢？那能不能止得住呢？我们来看，哟，也不行。神秀思维，神秀开始琢磨了。你看，一思维就瞎了。神秀上座一思维就开始琢磨了，开始要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机心一动就已经了。啊，所以你看看，诸人不臣记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啊，诸人为什么不给这个老和尚提交自己的作业呢？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师，我给他们讲课，给他们开示，
给他们讲些说法了。我须作记，啊，将成与和尚。若不成记，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那么我呢，就应该做一首记子呈上去，给老和尚看。如果我不把这个记子送上去，那老和尚怎么能够知道我的修为深浅呢？这又证明他没有路。为什么？他要真洒脱真悟了，我的深浅老和尚焉能不知，何必作记？对不对？同在一时，你不知我不知你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不对？他认为老和尚不知道他的修为，他到底有多深多浅，说明他根本没有开眼。他要真开眼，要神秀真牛，对吧？他也可以不作记，对不对？我什么水平你不知道，是吧？有什么好说？说一个字都嫌多，那不说，对不对？不就完了吗？那让我做什么记呢？那有这个底气，他就成了。他在琢磨呢，这不行啊，我得写呀，我不写，他哪能知道我有什么？因为高深的见解，他肯定都不知道，对吧？我琢磨了多少的见解，那老和尚能知道吗？你看，这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想法，你第一个想法，那你就写吧，是吧？你顺着这个念写也算吗？你再看啊，我臣记忆求法记善，密祖记恶，却同反省。你看，哎呦，不是翻过来想，什么意思吗？我臣记忆就是我给老和尚呈上我的记字的意思，求法记善是为了求法。就是他要把自己摘开，是吧？显得自己很大公无私。他没想要你那个面，他对那个传承还是觉得是一个什么？是个好东西。他不知道法医只是一个觉悟的代表，是一种担当，是一种责任，不是个好事。多累，谁不想修行？对吧？成了这个 C 级本，完了。到红尘上转一圈，是吧？给谁递一本书，递一本家传宝典啊，送给你，好来，是不是？这是有多轻松，对吧？把法医给你，你不得弘法呀？你不得传承啊？你得受多少苦难？那不是个好事，但他认为是好事。他认为这个东西当教主，这个教主是万人之上，我不能给予这个位置。作为君子，我不应该给予这个位置。你看，他心里面是这么想法。他完全把佛教的真谛给错误理解了，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正常人就躲啊，老弟们，这是我们干的，太累，都女朋友，对不对？是不是？最后得咬牙跺脚，行行行，干了，那不干不行啊。心中无一丝快乐，哪有快乐？这双，你就是头驴，对不对？或者是匹马吧，说驴难听点，这匹马是吧，给你一个金套子，给你一辆金车，让你去拉煤，和你在大草原自由驰骋，哪件是好事？然后皇上给你这匹马在封城，是吧？天下第一马，是吧？大将军马，是吧？绝刺三等功，等等等等，天天用一个金车，黄金车，车上镶满各种宝石，对吧？所有人见到你，哎呀，还对你恭敬的很，对吧？然后你干嘛呢？天天给人拉粪，或者拉水吧，拉粪难听点，从西直门出来拉水，然后再拉回去，天天干。你愿意干哪个？你作为一匹马，你愿意干哪个？你真正明了之后，那些世间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相有什么好？那都是绝法，那都是聋子。什么大国师、大法师？你看那个最后神秀，到底干了大国师、大法师了，是吧？天天在武则天后面混，那好日子好过吗？那就反正有人喜欢。
你真正搞明白这个世间这些所谓的荣华富贵如梦一场，真的是像空花如水月，你还会为它？除非就是能为了护正神，为了方便，你才心安理得的、心甘情愿的靠上这个座。要不为众生，谁愿意靠这个座？对吧？所以他这么想，还是考虑什么呢？考虑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我不能觊觎啊，叫什么？密主即乐。要想自己当主持，密主啊，就想自己当主持，这就是个恶念。问题呢？哎，我的目的是为了展现我的水平，让老师给我指点一下，对不对？我可不是想当祖师哦。你看他这个心咣当又乱了一下。却同凡心，那我跟一般人能有什么区别？对不对？同凡心走，同凡心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一切凡心即无真心。同凡心，同凡心就对了。关键你要知道谁同这个凡心，对不对？你要知道谁同这个凡心。而凡心不能同无地嘛，凡心你这靠边站着。我要有圣贤心，我要有觉悟心，凡心若无，应有觉悟之心。觉悟之心都在哪？现在都变成凡心了，都戴着凡心的帽子呢。对不对？你把那脑袋都砍了，凡是戴凡心帽子的全砍喽。那你的觉悟还有吗？没有啊。真正修到最后，就是同一切凡心，同一切圣心，同一切无记心。说到根上什么？记一切心都不同了、啊。记一切心还同啥？它本来就是一个，你还同啥？记一切什么神？你还有凡圣之别，神秀这个职责不够，不够，不够。五祖看来这个人也比较的宽容，对不对？要我早收了啊！五祖这个人还是比较宽容的，还是比较宽容的，还是让当教作师，还有当什么呢？是吧？这不得好好收拾。心中还有凡圣之别，还有净浊之变，这说白了就没有突破。这个时候就已经他的水平就比六祖就差远，六祖上来以后我要做佛了，这个是无定的，祖师都不敢当，何况佛？你想想，密祖则恶，这个密祖不显得我好像跟一般那个蝇营狗苟的老百姓那个贪心是不是很相似啊？你看他觉得老百姓起心动念都是特务的，都是贪的，我要洁身自好，不能跟他一样。那你修的什么佛法？狗屁啊！那就不是佛法，没有佛法，而且还是佛儒，还不是大儒。大儒是王阳明那样的叫大儒是吧？哎，心叫福星光明殊不合言吗？他们是贪人的贪人，你这就是凡心，不能搞，不能搞，哎。然后呢，夺其圣位惜别，就是吧，夺其圣位啊，就像凡心，就是血统凡心夺其圣位惜别，就跟那些想要夺取圣位的这些凡人有什么区别？惜别就是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记得点赞关注哦。有什么区别？他真是记得点赞关注哦。他这个时候真的是没区别，他不夺跟那些夺一样，分别心在作怪，对不对？他们去抢，他去所谓的舍，他要舍，为什么要舍？显自己清高了，分别心的，所以真的这时候把他自己暴露了，不成迹终不得法，你看。但是呢他又翻过来了，你算了吧，不成了呗，不成迹终不得法，老和尚不给指点。你看后面这两句，哎呦我看了我都想抽，是吧？大难大难，哎呦你难死我，哎呦你难死我，哎呀，学佛学的是什么？学的是洒脱，学的是智慧，学的是
放下，你看他烦的很，就为这一件事，你看他咋办，束手无策，这哪有大僧高德的高僧大德的气象呢，对不对？执心是道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写就写，不写就不写，都有道理说，对不对？哎，最后悟道之后悟个什么，悟个什么，误会就是是吧？我说的都是理，常有理。真的悟到最后是一个常，咋都对，心安理得嘛。嗯，这是现象，这是悟到之后的现象。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悟的条件啊！你们好，我们没悟呢，我现在先学常有理。哈哈，我狡辩，我诡辩，那不对啊，那就错了。记得点赞关注。那就错了。那就入偏了，啊！你得到了之后，那可不嘛，处处得机，处处是理，道头头是道。我的妈！你想不找个道，你都找不没法弄，哪都是道，对吧？啪的一下不知道吗？不知道啊，对不对？翻书不知道吗？几个眼不知道哪不知道？讲完了，佛法讲完了，还有啥？不是歇着不知话也是道啊。哪个不知道啊？还需要什么终不可得法？不怕呀，这法在老和尚手里藏着呢。老和尚这次要传最后一句偈了。哎，他有个秘法没告诉我们，哆来咪还是发拉西是吧？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给我们传的都是显法，还有密教，有秘法没有传。这一次老和尚肯定要给我们传秘法。所以呢，哎，我们得哎，我要是不写，老和尚会不会觉得我的水平也不行啊？啊，不把这最后一句秘密告诉我呀？点赞关注哦。啊，我就想起了那个《功夫熊猫》里面那一段，是吧？《功夫熊猫》他干爸，就大老鹅继父，不是那个养父，开了一个面馆，说里面有秘诀，四代秘诀。四代祖传秘诀是吧，这个人和这个人打麻将输给了他，然后最后他太老打麻将赢的，然后传了四代，说你死是吧，秘诀记得点赞关注哦，对吧？看过那段吗？ The secret is nothing。 这熊猫就傻了。什么？记得点赞关注哦。秘密是什么？秘密是什么？记得点赞关注哦。秘密就是啥也不加。记得点赞关注哦。对吧？记得点赞关注哦。你看那个，他看那个神龙大侠那个点那个秘籍，神龙秘籍，就是神龙秘籍打开刷，没有字儿，但是他把自己的面，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镜子，把自己的影子照出来，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什么见自己呢？功夫熊猫讲得多清楚，一打开，见自己呀，这不就是自信吗？先见水中月，再见天上月，见了天上月便是天上月了，你见得了就是它，谁见的？就是月亮见的，月亮见得月亮，或者是哪还见得，它就是自己，就是法身，就是自信，你名字随便起，江省是吧？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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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顺，什么高平，盛平，啥这个乱七八糟的名多了。那难道不是我了吗？都是一个人。名字无所谓，万见人要突破名相，正其实体。哎，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神秀大师是吧？就比较着急，哎呀，大难，怎么办呢？啊，这个版本跟我们上次讲的版本不一样，比较简练。上次讲的那个版本，那神秀描述的那个委屈劲儿，哎呀，那个内部斗争的劲儿，这个版本怎么不一样？我记得上次咱们讲那个惟妙惟肖，这里面只是一个大难啊，表达出来了。这可能是神秀的徒子徒孙写的，给他祖师还有所的是吧，有所的这个，哎，遮丑吧。那本我上次讲的那本可能是六祖的徒弟写的，
一看把神就褒贬了，对吧？用了好几面褒贬，这就是用了几行啊。我还没讲痛快呢，找不着了啊。五祖堂，五祖堂前有护狼三千，就是五祖啊，他住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个廊子，就是我们的抄手游廊啊。大家知道，中国的古建筑它有个抄手游廊，是吧？下雨天呢，你可以在各个屋之间串啊，有这么一个廊子，三间，就是三间房啊。这个，你请供奉炉针，书之且变相，即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这里面呢，本来你是准备。这个廊子本来是这三间，它是白墙啊，白墙呢准备叫你请供奉，就是共同奉炉针，就是说画一些画叫就请这个供奉啊。这个供奉是个职务，就是个画家，姓炉叫炉针，来画楞伽变相，就是楞伽变相图。楞伽这本经，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传的就是楞伽经，也叫楞伽经啊，都可以啊。楞伽变相或者楞伽变相，就是他把他经里面的境界用图的形式表达出来啊，这叫楞伽变相。说白了就不是写文字，你比如说写那几个佛扑飞起来了啊，写几个佛，然后写什么那个耀光琉璃光王子变相啪72变72变，然后又怎么变成树啦，一会儿变成花啦，一会儿什么又怎么到虚空啦，嘣又从虚空出来了，嘣又没了，是吧？等等等等啊，各种变相图啊。这就是把经里面的内容给画出来，说白了就像我们说的大足石刻，我们老说大足石刻，对不对？大足石刻实际上就是本门的变相图啊，咱们说的所有的修法在大足石刻清清楚楚的雕在那儿了啊。他本来是准备要画这个图的，这时候还没画，但是呢已经刷白了，那、啊、已经刷白了，刷得干干净净的，就准备请这个人来画了，即五祖血脉图。还准备呢这五祖的传承啊，对不对？达摩怎么传的？这个达摩祖师怎么传的？慧可呀，慧可怎么传的？孙灿呀，孙灿怎么传的？道信啊，道信怎么传的？我们弘忍大师啊，对吧？他就怎么把这个五位老和尚也画上？现在那地方是有的，我们去看过啊，在那个五祖寺，还记得吧？就那个廊子那画的确实有，一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后来把六祖也画上了啊。有那个五祖的这个他们禅宗的我们禅宗法脉传承的这么一个啊，就是几幅图啊，是准备画的，流传供养，就准备给后人供养。神秀坐骑成仪，神秀自己可把字都写好了，写好数度欲成，多少次准备到老和尚那边，多少次，让老汉路过，他假装在那看花，意思你问问我，小秀儿啊，是吧？句子写好了吗？师傅写完了，你看。结果老和尚不说，不说，一会儿又在那，反正面前老晃嘛，老想成又不敢成，是吧？你看他的信心好足啊，对吧？跟了六祖多长时间？七八年啊，跟了五祖多长时间？七八年。代表五祖来教授啊，教大家讲经说法。这个时候他还不敢把这个或者说心里面斗争，我是成还是不成，是吧？我成上去人家会不会误会我觊觎六祖之位，我不成的话我又怎么能得法，他心里面一直在斗争，一直在矛盾，心不得安呐、啊、心不得安。所以只有成上去人家嗯，这时候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吓死。走到了五祖的堂前，就是五祖住的地方，心中恍惚，拿不定主意，压力太大。为什么压力大？还不是怕众人言语吗？怕被众人误会吗？还是这个面子放不下吗？我们真的中国人修行啊，最大的问题叫士可杀不可辱，所以佛法把忍辱变成一个不容易啊。你得忍呐、啊，这个辱能忍呐、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成就之前就是忍辱仙人，对吧？人家割他的肉，啊，割他的肉，一刀一刀把他割了，他不但不恨他，
而且还发愿，我未来若成佛，第一个要度，啊，度这个，最后就是乔成儒尊者，啊，第一个就要度乔成儒。所以呢，忍辱成就，他本来是弥勒排在弥勒后面的，弥勒在这一期应该成佛的，结果因为他的忍辱成就跟割力王这段历史提前了一轮。结果变得他先成佛了，弥勒变成第后面一个了。哎，所以这个忍辱成就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呢，就怕辱，面子最重要，对不对？士可杀不可辱啊！啊，叫什么？说生死事小，名节事大呀、啊，对吧？那你说我贪心啊，说我这个喜欢这个。当祖师大德是吧，你看你这贪心啊，想当六祖了，他就这点过不去。实际上的世间相，你世间相看多了，哎呀，什么祖不祖的，干活嘛，啥祖不祖啊，人家当你是祖，你还把自己当祖，那你把自己当祖，你还配做祖师吗？对不对？这是全心全意特赞如来道，特赞如来家业，这同传有正法的，就这点事方便而已嘛，这种看不破啊。实际上那个时候神秀大师的所说确实是，那么我们再往后看，这里啊，这是神对神操作来了，知道吗？这神操作来了啊。心中恍惚，变身汗流，到什么地步啊？流了一身汗。你说他内心多么的挣扎呀、啊？这可以用挣扎了。佛祖就在里面，我就是，这是地还是不地？不成，流了一身汗，内心恐惧。所谓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无有颠倒梦想。他这个挂碍太重了，他就是他倒霉，倒霉在哪？他倒霉在学识太高，被儒家的礼教文化束缚的太严重了。所以为什么传个六祖呢？六祖不识字，他没有受到儒家当时唐朝儒家的那一套，尤其是晚唐、中晚唐这些。儒家的那一套已经开始变质了，从汉朝就已经开始变质，到唐朝实际上已经不重其实而只重其形了。所以这时候出来一个五祖，那是中华文化的出来个六祖啊，那是中华文化的大幸。我们来看啊，逆臣不得前后仅四句。每次走到门口要把这个写的句子要呈给老和尚看，准备了多次，总共多少天？四天，折腾了四天还没送上去，这得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对吧？就好像我们让李岩说话似的，说你说说，是吧？数日，汗流浃背，是吧？一时三度，沉寂不得。四天去了十三趟，还能成？二祖在达摩祖师这得的是什么？未汝安心见。四天去了十三趟，恍惚汗流浃背，这能是安心吗？心都不得安，能成？那这时候就别去了，要我就别去了，那肯定不对，对不对？你老实他不待着得了。好，秀乃思维，秀这时候就想怎么办呢？实在突破不了这个障碍，我的妈，心理障碍防线突破不了，不如向廊下书桌，我干脆在这写吧，反正也刷白了，是吧？从他和尚看见，是吧？就算这和尚看到了，
姑若稻草寄出礼拜，说如果好，哎，这个句子讲得好，我就是礼拜，我就礼拜，说是我做的，云是秀作，这是我做的。若稻不开，往向山中数年，秀云里更是我得到数年不发。如果稻不行，那我就别说了，我就放弃了。你在公园了，我在山上待着一多年。这每天还礼拜五搞了半天，我来修个屁照吗？你修了呗，对吧？你看看，做两种两手准备，自认为自认为考虑周全，实事闹了。我还是做的上下，我都没看到。世间法这么说法不一样，世间法这么做对不对？对，佛法这么做对不对？对，世间法是群相的。佛法是灵相，完全的，叫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是文道？是不是文道？是不是古代说的很老成干练？你看这个招，对不对？我当了那么多年教授，是吧？万一地界来问老师，狗屁，是吧？我经常骂你，是吧？你狗屁，是吧？你看老张想，下次我写在网上吧。他没这么想，但是他不行，我面子那么大，是吧？他要是骂我了，我过不去啊。他有这个想法，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你看，很狡猾，是吧？哎呦，这个写的，李大李大师傅，其实这个还写的，是吧？你看看，他要说，哎呀，这不你看，这写的太差了，咱拿走拿走，他就心碎了。爬着是瞌睡。做个周换分，搞这一份算完啥？也没有啊，都啊都是就是有两个直播。不得中庸，其实你一个那个刑警，一个中医。要么是这样。他俩有一台电脑都播，哎，有时候搞两台电脑播，我忙不过来。所以我们读到这儿，那您转你们都写上。反观自己为什么想这段，这个神秀是。嗯，走花吗？走花。我们现在讲得很开心，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认为神秀大师很不值一提，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认为我们可以低看神秀大师一眼，诸位做决议吗？剪视频吗？我不是给看过吗？这是演给我们看的，这个微信视频号。你见他这些号，再见他这些号。传神秀做教授是最后神秀给那个谁，给再写字剪做博士。他们叫我剪点短视频，然后剪写字短视频，播放效果还好。是研究我们。然后后面叫我每个直播要剪出三页来。看到谁？看到自己？我哎，怎么就这个短视频啊？我就是大胆。好，他这儿直播咋剪呢？原来神秀大师。这个好弄，都是带字幕翻译上就行。然后都是这种剪的，打的不好剪啊，剪出一天还剪三天，剪三天马上要做个封面啊，又折腾出一天。翻译成英文。嗯，就这个播放量还好，这个有17000播放量，这个9000多，这几个短视频还可以。这让他写出这个东西，短视频都是简历，把这个东西写出纯是纯实。这配个字幕，配个声音，然后配个背景，都是你要到一个多小时里面，你要到里面找出精华，这点儿那那搞费事儿啊。知道他俩从哪来的？这才开始剪的，他说我封面太花了，我又改成这样，他说哎呀太黑了，然后我又改。然后上去把封面确定下了。男一号，那就一个演叫什么？现在叫什么？走了。叫什么？什么正面的？一个演反派的，是吧？哎呦，还能分钟，马上就结束了，是吧？哎，一个演反面，一个演正面。下场马上开始了，八点。下场讲中医的。通过他来反思自己，哎呦，原来我也。啊，他讲完八点，然后下一个老师也是八点钟开始播。他这个讲完了又呢？哎，那是对不了角上。大师毕竟成就，终于也能够圆满成佛，这是我的心愿。啊，对。然后上星期把片子把那个封面跟片文给确定了，又叫做这种人脸做封面，然后片文做个片文出来了。我以前做片文他说不要，然后现在又说要，然后我又做一个这个。
这两位大德公演完了，我们就知道阿姨做一个一切众生别发特产，阿姨做一个跟你的学识有什么关系？这五年嘛，和五年跟你的身份不安全，不安对应了，对不对？我心量小，我马上就懂。这是一个云南工具，有什么关系？这是看的事情，他们那边摄像头直角出问题。一生不少，一天四天的伙食费用。是不是和五年？我说五年啊，你也破破了。要再看出来是眼睛，还是会眼睛眼睛？天天坐这儿吗？掐电脑吗？掐手机吗？有啊，上班时戴的，这会儿没戴。今天讲开心了，我们今天讲到这儿，这也不要看电。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来再给大家再讲一下，再介绍一个小修。今天是在听吗？介绍个小修，现在听到一个子儿。我来标注一下。今天是在听。好，孙老师，看看线上还有没有同学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就今天有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的时间？啊，我们先把这个修法讲完，讲完之后的话呢，再讲再看问题。我承认这忙的，怎么会呀、啊？好的，好的，你应该上门去干啥的？好，还是那个官宣啊，官宣。这边还有一个开发人员要上讲呢，我们讲的官商的这还是这个我们这一讲呢和大家介绍的官商啊，这我咋敷衍，我们是国产软件吗？为了掩饰这种，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喜欢我们学习什么，我们要通过先我们不是过程人家，但是我们是看文章的主播跟大家讲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光是往里面，对吧？那个蜡烛的光呢是往外照，所以呢蜡烛，我们在观蜡烛火苗的时候是启发我们这个去认同，这个号我没负责了，或者去发现我们本具的虚空法界的照性，就是往外照的这种能力。虚空有照性我们做不到，但是蜡烛已经帮我们照了，它这个已经启用了，我们只需要认可这个启用既是我的启用。不晓得那么这个香头呢，你看它是往里聚的，反观它这个火是往里聚的，往里聚往下烧的，所以呢我们要借这个香头呢去反观我们虚空当中的观性，就是说什么呢？这个虚空既是五行，这个五行是具备反观内照的能力，但是我不会反观内照，怎么办？这个香已经在反观内照，我们认同它即可。那这是第一个作用。观照一平衡呢，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观香和观烛同时，我们的毛孔就会观香的时候，毛孔会往里收；观烛的时候，毛孔会往外开。两个同时观的时候，毛孔就会进出平衡。这个一旦进出平衡，你心中就会一定。好像人呢，上次我说的，冻在了玻璃球当中，就像那个大葱根当琥珀，是吧？里面有个虫，就那种性质。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观香的时候，我们讲观香是形生般若之法。般若之法在哪？般若的意思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妙用。不想吃。那么我们比如这根香啊，大家看这根香的香味，在没有点着之前，我要想闻到这个香味，我得拿这个香，哎，这么闻能闻着。这个时候我闻到的时候，我对面的朋友闻不着，我得他想闻，我得递给他，递给他，他闻到了我就闻。我要小心。然后依次递传，这个香就像我们的肉身似的，非常的疲劳。我们要满足众生的愿，一个一个用肉身满足众生的愿，一个一个得把自己累了。那么这个香点燃了，这儿会也不好，点燃了之后，这个香气散开，变成无形无相的香气，遍满虚空。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在座的十个人同时闻香，同时能够闻到这个香气，而这个香却不用动，这叫千处祈求千处应，这就是般若之法，如如不动而能应一切心。所以我们在观香的时候，我们发现 哦，原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色身化解掉，契入到法身当中去，才能实现般若之妙用，正得解脱之德能。
所以呢，这一个香点上去就具备了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密藏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点香？佛门为什么要点香？它不是，当然它也有清净环境的作用，它根本是要我们借香而发现自己，我这个肉身就跟这个香棍一样，不得自在。那我们怎么修呢？哎，把自己的着着火点燃，对吧？把自己的直立，把自己对我色身的直立融化到虚空法界当中去，就好像这个香气融化到虚空法界当中。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虚空法界等同我身，这就叫法身。而这个虚空法界等同五身，一切众生的感当即就能应，就好像人这个香气变了，谁提笔的人都能当下。有一个事件，我们十个同学，他不会有个事件叫号的人，同时都能当即闻到，这就是般若妙用。该过来了，观自在菩萨的千处祈求千处应，而这个时候我们身心世界获得了解脱，所以这叫法身般若解脱。所以我们在把这香往这一插，坐在这的时候，就得什么呢？静观我们的法身如同香气，我们的般若妙用如同香味，而此证得的解脱之德能当下具足。哎，观着香，把自身本具的这些妙用启发，那么这个佛法就获得了实证。很快，因为本具足，很快我们就能知道哦，你可以说法身，这是法身吗？不是，类似，完全都没有粉碎，没有相似，但是它类似法身，知道吧？而这个类似法身的类似的般若妙用，就可以不断的增加我们对自己本具佛性的一种自我的自信的建立啊。所以这个实修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有用。哪吃啊？我手疼，这什么的方块还没吃啊？也可以先观烛，再观香，香烛一同时，心地清净，法身现前。哦，你们可以吃了，我不吃了，我想吃。哪个法师过来把电视给我看看？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五蕴皆空我们下一轮再讲怎么来五蕴皆空，它有具体的方法。好吧，今天时间有点超了，不好意思啊。那么如果有问题呢，大家就问一问，如果没问题呢，我们今天也就到这圆满了。好，想吃啥吧，抓紧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到了，在线目前还没有看到。重庆小面，重庆小面，等一会儿啊，我把这个弄一会儿再说。好的，应该是。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今天就到这吧，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好，那谢谢孙老师，今天讲的非常精彩。哎呀，我天！谢谢您。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是哪一个大？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Recording stopped.